浣形狮吗？龙女，浣形狮，反甲龙爪的龙女，加个羊刀。给个神射手天选吧，要不兄弟，我来把小炮也行。哎呦啊，决斗大师！决斗大师现在纯是弟弟呀，决斗大师。这一轮给2块钱，我拿个小炮，拿个剑尖，也就前期能玩一玩了。这决斗大师，我们决斗大师先给他。这个打打工啊，给点钱，给2块钱。哎呦啊，这么老些决斗，四决斗。有个人说决斗狗都不玩的阵营，谁家狗能玩云顶之弈？让我看一看。剑尖儿，哎呦我顺呐、啊！这决斗大师啊，这么顺，神射手现在有几个？1、2、3、4、5，一共6个。这六神射挺猛的，其实。这如果你们仨要是打不过对面啊，我说实话这就真是有点不应该了。神射手有点猛啊，神射手。另外我这站位不太行，碰上个挂机的，就是这个逼卡，就是他，你知道吗？有个人说决斗奥拉夫很猛，决斗奥拉夫给啥装备呀？那不得给个正义之手，给个决斗，还给个啥？给个饮血剑，火炮，给个火炮，那要的攻速也太多了吧。我牙锁拿着吧，这么的啊，我们也不差那1块钱，小炮我们先留着。如果下一波我们拿到了那个铲子的话，我们可以试试那奥拉夫，如果没拿到铲子那就算了。
那积木是怎么死的？没有铲子，奥拉夫我们就放弃啊。有铲子，咱可以小尝试一手，行吗？拿铲子，明天长痔疮。我告诉你，你那个老熊猫，听见没？抢我铲子啊！那我们来一把，来一把，啊，来一把，来一把，来一把决斗奥纳夫。给小炮还是给积木？小炮80%攻速，20点额外魔法伤害。给积木吧，先给积木。积木的前期会厉害一点。这决斗也太弱了，他都打不过吗？这怎么回事？这帮人呢？咋这么猛呢？这波我还不能升，我升了还是亏钱。算了，拉倒，这么劲儿。决斗天使啊！没事，我们顶住压力啊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我们顶住压力。我给奥纳夫配点战神，我们决斗加战神，还是决斗加龙魂？奥纳夫到底是要龙魂还是要战神？我这文艺复兴啊，战神，那就战神。我这火蓝撇了，卡我钱了。再拿个积木吧呢。滑板鞋我卖了，滑板鞋是决斗大师啊！哎呀，我给忘了，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我给忘了，我给忘了。第二三没玩了，有点懵了啊，确实有点懵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正好连败啊，那正好连败，没有关系。战神都有谁呀？奥拉夫瞒着沙米拉，就得杀了。奥拉夫瞒着沙米拉，就你们杀了，来吧。
我们饮血剑有了。嗯，我们奥纳夫的饮血剑跟决斗大师都有了。饮血剑、决斗大师，差一件装备，差火炮。这火炮随便等吧。我告诉你们啊，现在我60滴血，等到打完狼，你们就都废废的了，千万别让我一直连败。我告诉你们，现在的我很恐怖啊，很恐怖。哪有饮血剑？我一会儿拿个魔抗不就有饮血剑了吗？我只需要拿一个魔抗不就有饮血剑了吗？现在我虽然是有点地的，一会儿啊，哼，都别走，谁也别走啊！不用赢啊，不用赢，就一直说不用赢，一把也别给我赢啊，一把也别给我赢。我这倒数第一拿魔抗，我拿正义之手吧。我不要火炮了，我就用来个正义之手。不行，我们就饮血剑配正义之手也是可以的，啊，也是可以的。我先拿个龙王上去玩一玩，你滚蛋吧，给龙王腾地儿吧。要我火蓝呢？我火蓝被我卖了吗？哎呀，这差个龙魂，这可怎么整？算了吧，这么地儿吧。啊，我有小炮。哎呦我操，我给忘了，我有小炮啊。38滴血，等我们打完狼大地一波。大地一波。我们先拿天使凑合用一手。两裁决使。裁决使。小炮撇了，碰上个挂机的六连败，哎，六连败没了，挺难受啊。天使也是天神啊，啊，那我们现在还需要一个滑板鞋，被我卖了那个只滑板鞋，快点过来吧，滑板鞋。踩一绝死，踩一绝死。那五决斗三天神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给个魔抗，又给个铲子，我就叫生一手。哎，给灯笼了，哎呦，这什么玩意儿了？灌铅骰子，啥意思啊？这骰子，大地一手啊，兄弟们，大地一手。我先把劫我先给升了，奥拉夫有没有？我想贪一手。咋的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呦我操！龙魂羁绊，刺穿他们。OK。击破他们的幻想。刀锋咱先不要了啊，先往右边扫一扫，大地。这都是些啥呀？这都是一家一曲的战力，再不快点儿！我给点装备吧，这不给装备，这不死了吗？哎呦操！这天使这么猛啊！这天使啊！没推过他，我天使给冒了行不行？我给天使上天神嘛！如果实在没有的话，我们没有那谁，没有算了吧，我给天使上天神吧。啊，我给天使上天神。洛克萨斯之手跟劫撇了。下波我们升级，先来个二星滑板鞋，骰子给天使。啊！啊，就是你骰子给哪个，哪个就会被递出来，是这意思不？啊！差一个天神，差个谁？差个蛤子，拿狗头银，先搞一走。蛮王，蛮王来了啊！蛮王是决斗大师啊！蛮子是决斗大师，我都没想到，兄弟，我说实话，我都没想到。这波沙比拉拿的没啥问题吧？沙比拉，把剑尖给换了吧，换个蛮子上去。递出他身上所有的羁绊，啊！早说呀，这武器大师升不升？武器大师，武器大师升一手吧。俺们别的没有。你也决斗大师吗？你操！无敌了呀！哎呀，
拉巴，上个千珏，或者上个战神。游戏结束，无敌了。复活甲沙米拉，行，那我给武器大师撇了，行不行？这波操作没毛病吧？哎呀，我挠着了，好疼！给个啥呢？随便给吧，什么攻速大剑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随便给吧，给什么都行了，我觉得。呀，我直接升了呀，这我递个滑板鞋出来，羊刀天使。其实八决斗是不满攻速了，八决斗我看一下，我们瞅一眼是不满攻速了。八决斗满攻速给羊刀干啥呀？你不精神病吗？这个沙米拉现在给一个正义之手吧，给个正义之手，然后这个帽子跟巨杀，我想一想，帽子滑板鞋，巨杀天使怎么样？行不行？天使帽子会变成啥样呢？额外魔法伤害。科技枪天使，科技枪啊，科技枪也行，给科技枪吧。给个屁科技枪，会不会玩啊？会不会玩？会不会玩？明不明白？哎呀，递个滑板鞋出来，明不明白装备的利用？你科技枪给完了，你还怎么给羊刀？羊刀都没有用的，跟个猪一样。你这波给巨杀有用，给帽子有用，你给个科技枪，给个羊刀，羊刀没用了。羊刀给谁？你这给谁？那谁能给得上羊刀呢？只能给千珏了，千珏又不是我们的 C， 你是天神给我拿走了，我整个启动快点的吧，这我让他们启动的快点。我让他们启动的快一点，这个羊刀就给你了，能不能给个滑板鞋？给个滑板鞋我就升了，兄弟，我就升了啊，我升了，最后一地好吧，最后一下，最后一地我就升了。
地。那我也升了，我没有，我升，我们升一波啊，升一波，我们上个战神。哎呦！哎，没吸上来，啊、哦！瞒着拿呀，瞒着拿了有什么用啊？瞒着，我们得赶紧升了。我们剩十几滴血，稍微看一看有没有能打得死我们的人。比如说这家，啊，这家呢，这家积木，积木正好放右下角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武器大师往前点站，瞒着，瞒着。这瞒着配得上四费卡吗？那瞒着一秒就躺了，瞒着。你也决斗大师啊？我说的吗？瞒着是肉，肉个屁！瞒着肉，我就瞒着都配不上那四费卡，他也就是个三费的撑死。这个给千珏。下轮我们升啊！下轮我们升，我们升，升完把牌个拿了。希望我可以有下轮啊！沙米拉啊！这都没打过呀！啊，这都没打过呀！我操！这么老些一星的都没打过，太弟弟了，可是太弟弟了，这都能没打过，哎，我真是佛了，我是真是佛了，我贪了，稍微贪了那么一小下啊，稍微贪了那么一小波，谢谢蓝车79。